彩头。好球，谢谢张玉成。同时呢，又是我们预赛的这个 MVP， 好，这是非常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的成绩虽然没有办法晋级到这个复赛，不过张玉成的这个火烫的打击，平了这个经典赛的这个我们陈庸基的这个记录啊，就是他在四场比赛打了八支的安打，那全垒打就不用多说了，一支又一支的拯救了中华队。所以今天呢，来担任开球的嘉宾呢，也希望呢，替中华职棒。好，这个赛季的一个开始呢，有一个好彩头。来，我们担任今天的开球打者。至于今天的开球捕手，我们邀请来自于台钢雄鹰，他也是经典赛中华队训练员的吴伯轩，掌声欢迎伯轩。他也是经典赛中华队的后勤团队。好，玉成准备好之后，就可以帮我们开出今天的好球。好球！今天来到高雄市澄清湖棒球场来跟大家见面，